真的蛮甜的。真的、啊？嗯，就是它有点介于小黄瓜跟大黄瓜的中间。啊。那个时候砍伐五块钱一斤。五块钱一斤，那一根多少钱？扔在这儿吧。他要马上砍着吃。这个活的。他要马上砍着吃。这叫什么黄瓜？那熟吃的黄瓜吗？一块五。这个要一块五。哦，一块五。块五是多少钱？5块钱台币吧。5块钱台币。你家是属于是进是属于是，就现在吃吧。嗯。好不好吃啊？当然好吃了。这是一块对不对？对的。甜的。五毛吗？我看看，那是一块，也是一块。我找给你五毛。水果黄瓜。我有五毛。留个五毛给我。就五毛了。哦，对的。那我尝尝看，脆，很脆，真的蛮甜的，真的。嗯，就是它有点介于小黄瓜跟大黄瓜的中间。啊，你们吃吃看。好啊，等一下，水分呢？没有很多哎。是啊。嗯。他说这水果黄瓜当水果吃的。这蛮甜的啦。还是个黄瓜味，好像也没差很多，也没特别甜，可是水分含量高，比较软，比较软，比较脆，还可以，跟我们小时候一样，就抓着当水果吃。它的刺蛮多的，刺多，刺啊，刺还蛮硬的。可以可以，入境随俗，吃当地的东西降火气。